是的，片条，这一格在这里哈，然后两格中间是进气的，啊，看清楚吗？那全，这个是空的，好，麦克风我把空气放到里去，底下，两道。这有一个 F 是向外面的，没画嘛？哇 ，F， 然后下面，然后里面都有一个点，那气压在这边哦，这样塞过去。好，齿轮是这样装，不要装颠倒面，装颠倒面就会去磨到。然后凸轮角对角，然后角对角哈，这样。OK， 好，螺丝挡板，好，装的时候。可以先拿钩子，然后到时候铁丝再抽掉就好。下面金鱼铁丝再被压碎掉。好。